想在人间的你，你好啊！我是来自地狱的死神。唔使惊，你未死得，我上嚟揾人嘅啫。话说你哋嗰边有条蛋散，死六次都死唔去，搞到成个世界都知道晒。喂，我分分钟几百万条人命，佢咁摆明露面嘅啫。所以呢一刻我要爆你，我决定用唔同死法挑战佢嘅不死传说。首先，我会塞佢入间裸体办公室，令佢失血过多致死。咁都唔死呀、啊、好，咁就要等佢公司发放强积金，包佢等到死为止啦。咁都唔死，好，咁我就利用呃钱新招，呃晒佢副棺材会逼佢跳楼。咁都唔死，好，搵 Teddy Robin 同佢打擂台，等佢光宗烈烈咁战死。再唔系，等佢俾龙卷风男孩卷走神，吹到五马分尸啊，又或者叫佢老婆送份窝心礼物过佢，吓死人咩？个心真系嚟一嚟啊！咁都唔死呀、啊、好，咁就逼佢寫返篇肉蒲事后感，亲眼睇住罗海恩爆炸激死啊。咁都唔死呀、啊、好，咁就一於放佢喺路轨，等架鱼头列车碌死佢。呢条友真係唔死㗎喎、啊、太过分啦，唯有搵公屋枪王拎 JK47 向佢乱枪送射死呀、啊、喂有一个裤袋跌出嚟嘅喂。喂呀，原来係出香港身份证。好心系香港人就早享啦，古语有云啊嘛，香港人同是天涯罗网，个个都打不死噶嘛。同是天涯罗网，裸体办公室抢积金，呃钱新招，打擂台，龙卷风男孩，窝心礼物，肉蒲事后感，鱼头列车，公屋枪王，Yahoo 搜寻，日日紧贴香港人。